下午三点。下午三点，工作再忙，也要对自己好一点。来，我们休息一下。你累了吗？那就一起喝个下午茶吧。说好了，请你喝下午茶。我用饿了么点好了，你想吃什么？那你吃什么就吃什么。奶茶好不好？超甜的，和你一样。喝一口，蛋糕，再来一块。谢谢谢谢。不能我一个人吧？你也得吃块炸鸡，一口接一口，快乐全都有。你怎么知道我想吃这个？味道不错，怎么样？我点的，你喜欢吗？点击左下方，饿了么冷冻下午茶，全场低至特价，饿了么，爱什么来什么。